咱这个招财纳福转运鱼缸，伊是采取阴阳二路进财。伊的花呢是用文公树咧甲凝，拄伫正官以及花财的所在。伊的枝呢是用伫咱这个丁兰树内底交布进步的所在。所以要让大家招财有进步，阴阳二路该进财。所以这个招财纳福转运鱼缸呢，伊相当哦，佮伊这个水龙头。人讲厝大龙头，门开龙喉，龙喉就是要背水口，将这个水口背好掉，就是把咱的钱顾好掉，也是有咱这个立财立福啊，佮顾财库的意思。那么伊这个光明顶顶原有一排电火，电火甲这咱的财路照好光明，就是要互咱大家知影钱伫倒位啊，咱要去倒位赚钱。